频道。我们今天呢要来一个面膜大挑战，我个人期待这个非常的久。大家其实对我们的面膜，每一款面膜都有不同的疑问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全部的人都来试敷面膜，然后玩一个小游戏。我只能说今天非常精彩，我想我应该就是最赢的。好，开玩笑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我们的10分钟面膜大挑战，开始。五个人同时敷面膜，进行三个关卡的小游戏，每个关卡皆有惩罚与奖励，最终游戏结束时，脸上面膜最完整者获胜。小姐，我们在录影，你们没有手机？我没有，我要镜子。哎，你们没有准备镜子给我们啊？不正的眼神。大家可以听到，不要唱那个。谁叫你上来的？
等一下，我们记一下。我刚才在看你，我看着看的时候你在做预备稿。好的。因为我看你，只要看回来就浪费。预备稿然后转一秒多了。对，我要转头时间。等一下，我准备好之后你再开始。预备稿。哇。气候，比如说开始转干冷的时候，或是开始转冷的时候，皮肤就需要加强保湿，或是你当下换季的话，你也会需要一些比较舒缓的面膜。最后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加小铃铛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先这样喽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1、2、3，我闻一下那个味道到底。